Hello， 大家好。今天这一天终于很早了，其实是有一个任务要去完成，可是因为之前管制令的关系，所以这个任务一直延迟、延迟再延迟。现在很多领域都开放了，所以今天必实行这个任务。要知道什么任务吗？跟着我，我带你去看。来到目的地了，走，我们上去看看。现在带我妈妈来先观察我妈妈的第二春。对啦，今天是来拍全家福，然后配套包括好帮妈妈拍个人专辑。
few moments later， 今天的任务完成。我现在来到 second floor 吃午餐。他的店名叫 second floor 二楼，是他真正的店的位置在底楼。你吃那个什么？今天的 vlog 就到此结束，喜欢我的视频记得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，我们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